对对对对体验家那种对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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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Hello， 网易新闻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李一桐。网易新闻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毕文俊。渔人草木，一生一世牵一人的手。我马他两个有追击吗？有，当然。这两个角色是蛮特别的嘛，你们在小细节之类的。比如那个咻咻咻。啊，咻咻咻。对，他本来不是那样的，然后我就觉得那样还很可爱，所以就变成了咻咻咻。咻咻咻。咕噜咕噜喵喵喵，咻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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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咻，噜噜噜噜噜噜。你在那逗狗呢？我的话，我觉得是身体上坐姿，我加了一点。从开场戏开始，就是让这个人显得更像狼一点，粗犷一些，不像之前演的一些角色都比较文质彬彬的。我觉得不是问题，什么都不是问题吧？对，是啊，对，爱情不真爱不分这些的。嗯，如果你们能互换角色的话，就是你们最想体验对方身上的什么变？如果能互换，当然是瞬移啊。就想要他能说会道的那个小嘴儿，就是很会套路人，动不动就把韩征那个弄上套了，先哄带骗，然后再捧着。一点一点的。你觉得一桐老师现实生活中也是这样吗？啊，不是不是不是，我觉得他那个童先红再骗。童童在现实生活当中，他是很理性的一个人。就是这个就是这个吊威亚的次数也还蛮多的嘛。然后就是文静之前说是想是这个飞翔的梦想嘛，你这也是算是实现了。对，跟想象当中也不太一样。怎么都不一样？有点害怕。就不要去想，开拍了就是开拍了，不能因为你害怕耽误大家工作嘛。一桐已经习惯了。他很喜欢吊威亚。对，我很享受。我个人在刚开始的时候还是蛮喜欢用高空被吊起来的。如果真的拥有了这种飞翔能力的话，你最想做什么？飞到天上去啊！飞一圈。人家都是自驾游或坐飞机旅游，我就是自己带着自己旅游，自飞游。文静老师觉得就是自己这部剧跟自己本身的像吗？有些方面像，但这部戏让我觉得很爽的一点是，我现实当中很少会对人吼，对人发脾气，这个戏是过足了这个戏。对。当然喜欢，喜欢啊，吵吵闹闹的，有点像冤家。对，就是欢喜冤家那种。对对对对对，两个人。韩公子，你把手伸出来给我碰一下好不好？我告诉你，我有洁癖，你碰了别人就别想碰我了。我就是想知道为什么只有你行，别人都不行啊？你是不是常以办正事为由，亲近男子？那我的好奇了，除开他，我还亲近过谁？难不成？你觉得那头上还悬着一把剑呢，还有时间跟我在这调笑，证明就是如果能用一句话来形容这部剧的话，你会有一个什么？我的充电宝男友啊，充电宝男友。你想一个？那个我的那个降温神器女友。哦，就是相互说了对方身上的一个最特别的特质。对对对对对。然后就是您觉得这部剧是一部怎样的剧？就是跟其他剧的不一样的地方在哪里？其实它囊括的几个元素都综合到一起了。比如说有甜蜜的爱情，有精彩的案件，还有包括所有的在描述的感情吧，爱情、友情、亲情。而且它整个氛围其实说是那种悬疑探案，但是它整个氛围又是很轻松的。有些弹幕我看的是啊，晚上不敢看，但往后一看发现其实还好。我觉得这部戏就是能给观众带来的喜怒哀乐是，其实是都有，包括一丢丢的恐惧，它不是单方面的某一个情绪上的很突兀，它是一个都有，所有的情绪都囊括在其中了。我觉得这个也是很好的一个点。对，他们是彼此的光，是彼此的太阳。
兔姐在她那里是养成系嘛，是从一个弱小的小女孩变成了一个强大的小女孩，两个人都是在相互救赎的一种感情，两个人相互爱着又相互为彼此改变成为更好的人，是特别特别珍贵的一件事情。雅玲的这个身高差也很，不是还上热搜了吗？然后在剧里头拍的时候是就是一直需要仰着头吗？除了仰头还得踩板子，就是我要踩这么高的板子才能。倒不至于，哪有那么高？有时候也得这么高，比如说我要跟他齐平对视的时候，有时候他把我拎起来，拎到这下面就得垫着点，要不然拎不动我。你们在就是进组前有见过对方？进组前没有，没有。在片场。对，但其实之前应该有在，晚会里面遇到过，但是可能互相都没有过印象。那你怎么知道在晚会里面？因为我突然间有一次发现了就同一个晚会，然后一看说，哎，我当时说他原来他也在啊，对。一图之前有看过有什么舞台表演吗？有一些集锦。觉得他的怎么样感觉？比较僵硬，对不起，我说我自己了，有点僵硬。挺好的，但是他主要是负责唱歌吧？对，知道唱歌很好。用三个词形容一下对方。我第一次见他的时候，就是比较，感觉是相对比较内向的男生，是需要可能对方先破个冰的，逐渐到了后面，发现他话挺多的，我最开始见到他的时候有点紧张。毕竟自己前辈嘛，熟悉了之后发现其实内心就是包括外在就是一个小女孩，整天蹦蹦跳跳的，现场很有活力，她给我感觉就是一个很温暖的人，而且她是一个很真诚的人，很开心。很开心。而且老师刚才没有用三个词形容你，可爱漂亮，然后散发着光芒。你们那天去迪士尼逛了多久？小半天。感觉自己就是回到城堡里面感觉开心啊。他的城堡，我每次去都说欢迎大家来到我的城堡。我跟他第一次去，我是觉得男生吧，可能如果去游乐园比较喜欢那种机械感会多一些的，对。但是那天唯有遗憾就是我没有看成那个烟花啊，我特别喜欢。那天晚上需要直播嘛。对，我特别喜欢看烟花。对，是不是真的很好看？然后尤其找到一个好位置。对。文熙当时就跟裴映去，这个感受的是什么样？就很开心啊，因为很长时间没有进这样的游乐园了，对。然后进去了之后，发现那个气氛，是那种，就是像动画片里面一样的那种氛围，我觉得是可以让我们忘却烦恼，对，卸下很多东西，会让你对。我们两个还合了一张影的跟托尔索，我还跟他科普了一下，科普了一下，我这个叫托尼，这个叫林娜贝尔，他们的名字叫托尔索。再就是说一个你们个人自己生活中区别于其他的技能，区别于其他人技能玩悠悠球。对不起。那很多人也会玩啊，我小时候也会玩，玩的没我好。我会翻跟头，我会翻跟头。对不起，打扰。我可以掉很高很高的威亚。我闭着眼睛也可以掉很高。你不可以掉很高，你掉高了你肯定不会上得很高的。好，悠悠球不会，因为他有跟我示范过怎么收球是吗？那个，我学了。哎呦。我学了应该有十几遍，哎呦，就还没，但是最后还是成功了嘛？成功了一次，对。他玩的哪个你觉得就是最难啊？最不好？不，就只是教了他最基础本的，把球收回来。对，因为我们小时候玩的就是那种放下去，然后一收就起来了。但是他们那种专业的球是放下去，你还得怎么绕一下，然后才能收回来。对。没有那么简单的。成功了一次，学会了，学会，还是很厉害。在生活中，你们最常刷的视频类型？搞笑的，我的也是吃的美食，然后再就是什么各种各样的什么这个的生产过程，那个的制作过程啊，什么断刀大赛啊，什么对，就是乱七八糟的。两位可不可以透露一下你们这个《九霄海院》的有第二部吗？粉丝我看很多都想知道这个，看到大结局我来告诉他们。对，绝不剧透。大家继续追。我
不是，是结局就会有答案。对。一个，